第三十三题，铅蓄电池的反应式为：呃、啊，铅加氧化铅加上硫酸产生硫酸铅加上水。关于此电池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A 充电时，两电极皆反映出硫酸铅和水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是放电的时候产生硫酸铅跟水。B. 充电时，电解液必须补充适量的浓硫酸，这个是错的。是因为我们在放电的时候会消耗掉硫酸，所以我们要来补充硫酸，而不是充电的时候。C. 放电时，二氧化纤为正极，铅为负极，这个是对的。这上课老师强调过，同学必须记住的事情。D. 放电时，铅蓄电池产生的电压为三伏特。 这个错是大概是两伏特，而、呃、不是三伏特。所以三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关于此电池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放电时二氧化铅为正极，铅为负极。